大家好，我是月食网编辑总监学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Warwick 非常厉害的一款腕表，因为今年呢是 Warwick 这个品牌创立20周年，所以呼应这个周年的题材呢，它推出一款这一款呢非常厉害的腕表，而且呢延续了它的一些品牌 DNA， 它的名字叫 T8。 那为什么 T8 名字，等一下我们再说。那有几个重点，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呢，当然是这个品牌最著名的所谓的卫星指时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显示机制哈，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也有讲到了，所以我在这边就很快的就讲重点就好了。它总共有三个卫星的指针，我先把龙头拉出来啊，它需要按压一下才能拉出来啊。按压，你可以看到，当我转动龙头的时候呢，它这个卫星指针会旋转。这每一个卫星指针上面都有四个数字转盘，那这个数字转盘呢，就会带动这个指针来显示现在所在的小时。所以这个，譬如说现在这是三点哦，那分钟的部分就是看这个刻度。所以从右边过来扫过来之后呢，3:15、3:30、3:45，到了整点之后呢，你看下一个数字四已经过来了哈，这是它卫星指时的巧妙之处。那在这一款腕表也一样哈。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在于说呢，如果大家有在关注这个品牌，应该记得说去年呢 ，Warwick 推出一个非常酷的腕表叫 T-Rex， 那它就是也把这个暴龙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感觉呢，坐在它表壳上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呢，这个很特别的这个纹理的处理哈，它有点像是所谓的巴黎钉纹的变形哈，变成这个角度改变，然后从小到大。所以呢，在这个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真的那个反射光泽，让它看起来真的就像那个暴龙的牙齿一般。然后后面也有，而且后面因为它格子变大了，所以变成中间的部分它变成菱形纹啊，每一个格纹都不一样。这个在这个加工上跟设计上其实都蛮有独特的巧思哈。那最后就讲到 T8 这个概念 ，T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20周年，他们想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哦，所以 T8 也是这个 transformer 的意思哈 ，transform 的意思，所以它在这个表壳之中，它加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转换的翻面的设计哈。所以当这只表呢，我按下这两个按钮之后，它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可以翻转，转角180度，再来呢，你可以把它盖下来啊，所以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造型，另外一面哈。那这一面呢，当然就是你平常日常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呢，你担心会碰撞到表面，没有关系，这一面呢，它是像暴龙的肌肤一样，非常的坚硬哦，提供一个很这个可以对抗这个冲击的这个表壳哦。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时间的时候呢，不用担心，马上转过来哦，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最经典的卫星指时了哈。那它的体积其实蛮大的，可是呢，戴在手上却不会觉得特别重，为什么？因为它的表壳呢是以钛金属打造的，然后上面再以这个 PVD 的处理，然后让它产生这个黑色这个神秘深邃的感觉，看起来更加的阳刚霸气哈。那至于定价呢，这个定价之后我会再补上，但是总之是相当惊人的一个价钱哈。那大概如果你对一般的这种圆形的表，一般普通只是时间的表呢，觉得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呢，也许 Warwick 呢是一个你应该好好认识的一个品牌，推荐给大家。